你嘅心水答案系 D 系咪？又啱咗啦，冇错。D 呢個大代先是正確的，很多人都會揀 C， 但其實就不是這樣的。這個大代的出處呢，就不是形容人家有很大個，而是形容人家沒多久，沒什麼料，就在扮人大代表的。所以以後呢，就不要亂想，也不要亂用了噃。好，去到這裡呢，你都真的非常有實力啊，即刻繼續第八題。 ORZ ORS 是代表什麼呢？ A 很流行， B失意體前推， C 失意體後屈， D 失意體前屈。這個字近排都挺 hit 的，不過不知道你又知不知道它的出處究竟是怎樣呢？